梦见钓鱼是什么意思？钓鱼是一种乐趣，在工作闲暇之余去湖边钓鱼，既能修养身心，还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。那在梦中梦见钓鱼预示着什么呢？梦见钓鱼预示有机会得到名誉、地位和财富，但需要付出耐心的等待。单身人士梦见钓鱼，预示梦者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，需要自己去把握和追求爱情，那将来一定会很幸福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钓鱼，预示有一两科成绩不是很理想，其他平顺，近期将被录取。孕妇梦见钓鱼，意味着可能是一个胎梦，预示梦者能够生一个可爱健康的宝宝。商人梦见钓鱼，预示会慢慢找到合适的商业机会，商业伙伴能带来巨大的财富。